啥子？要布置什么？嗯，没电话。哎呦，给我都回哪里买了？价格高，价是回收嘞。哎呦喂！哎呦，给我这回收的买上了啊！小鼓掌，小鼓掌，要不要鼓掌吃吧啊？啊，别说这么客，哎，管他。哎，搞得好客气啊！客气啊！现在不是现在啊，家里明天好。鼓掌有的有啊。哎呦，要不我好鼓掌去了。你怕去人家？现在这个我那东西的过程给他没放在火上干开了啊。嗯。但是有没个好东西给我了，反正看到了再过价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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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是搞博物馆的，也是怎么说呢，也吹牛，不是吹牛，也是博物馆的馆主呢，那个也不骗你什么说了，是不是？所以呢，里面有什么好的宝贝都可以拿出来。你跟我老邓，你看一看了，看你可以讲什么了？可以，我们都可以。你去家里接着动还是不买吗？好的，我们都可以谈了啊，我看一下看什么好的宝贝，我们都谈了，说好愿意就买了，是不是？哎，愿意越买越卖。好了好了。你可以去拿嘛。好了，你这有生理枪吗？啊，好好好的好的，我现在我给你去拿了。啊，好好。看你这的价钱没了。啊，这个你过去。这的价钱还是可以卖过了。啊，好好，我就过去了，我反正你找来了。好了好了，我反正直接可以先买了。以前都来的啊。好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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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或者年轻啊，现在在外面肯定也是赚了钱啊，这个房子不是。现在身边风景都好啊，像老人家要在家里养鸡呀，啊，养鸡养猪啊，养鸭都是自己吃的头天餐，他这里炖的鸡很好的，啊，这里炖的鸡，买有只鸡我吃，啊，给打在里面有啊，好，打在啊，好，好的，好的，等你。看你去的家里吗？哎呀，好，我先看一下这个啊，看一下再讲。这个东西是老有时间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啊。梳笼，梳笼，坐一下啊。嗯，回家了。大明宣德六年，东坡上学，乘吴伯祖接他。那些，是的。但是这个东西怎么以前没使用过，而且还可以。没使用过啊？哎，多年你也可能没使用过了。这个东西还是抠门抠门啊，都是一个老的，但是怎么一点灰都没有啊？啊，我告诉你了。哎。没得点一点是先原先我们或者那个啥那个了吗？或者啥那个了都那个小的吗？啊，对。那么一说就晓得我们洗过的，说到屋里去了。那有些人到我家里那丢了一回吗？丢了一回我搞到找到一回找到了，我说奇怪了吗？奇怪不？回到他家里去了。哦哦，这个意思你以前也是放在城台上，啊，是多说，啊，那也是对对对问过的，问过的，也是有人家丢走了。啊，对。这个你先还找到了是不是啊？啊，对啊。哦，那是对是对，可以。还找到了就用，也自己洗，把它洗干净收起来了。啊，对啊，哦，对啊，对啊，嗯，啊，对啊，对对对，嗯，那个东西多少还可以，这个你得讲究的价格了，价格。价格你们去什么等价格了？那是啊，价格我跟你讲啊，嗯，这个是一个三轴立耳门台，一个大明宣德元六年，但是这个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时期，清代是一把清代时期，民国时期和明代的啊，清代时期跟民国时期和明代的东西特别多，真正到大明宣德元的投资是贿赂的书，我也搞几十年收藏，确实是看到的很熟。除了这个呢，可以门老的，这个五圣观是一个清代时期或者清晚期的仿的和明代的一个立耳双龙，两个耳朵一样的啊，三足，那，嗯，三足了多少下面的字，还是会说的，还是在规整啊，都是也是丢去了的，不是那个这个是用或者什么刀子刻丢刻出来的啊，啊，所以这个东西的东西啊是可能就是不到明代，这个。摸一下三十四十块钱，加才个几千块钱，三四千块钱左右，敢用？三四可以。
那也买不成，那些那些就到底一万八块钱啊，一千啊，啊，你现在你还去这么给钱不卖？去到万多，但是我跟你讲，以前是去到万多，但是以前偏偏是以前的价格要更高。但是现在市场，偏偏是不好，所以我也不能偏着。现在最多卖个四千或者五千块钱，这个我也多少你应该也知道。现在因为市场环境不好了，你们要知道吧？因为加州疫情受到影响嘛，啊，这个你应该知道的。所以呢，你假如昨天讲得好，我就给你买；哎，讲不好了，多少也无所谓。最多也是去到六五千块钱一斤，五千块钱啊。那我屋里还有一把锤子和锤子，那有那就先拿来看一下 啊，先拿来看一下。这个五千块钱我们先不讲，看你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再谈，好吧？啊，你都拿来拿来了，都拿来了啊！锤子也可以拿来了，哎呀，快点，有什么钱币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了。是四把水，四把水啊！这个是四把水，我先看一下啊。嗯。我说应该是一个八线啊，八线。这个四把，四不用四把水，那个以前是或者跟里面或者，我跟里面有些那个小买那个小点呀。这个是一把，浅教材的一把四线，这个是一个那个八线什么啊？你再看你有多少钱？我们说是一起的。一起嘛，看你就好这些了。那里你有五千块钱。嗯，这里五千块钱，就也些那个就也去到里，也去到里三千块钱一点。这三千块钱。啊。也去到三千块钱，嗯，我说，给你了六千八了，这个一千八了，这个六千八了，这个一千八，那就给你五千了。好吧，那里给五千，这里一千八，这个也值个有一百来年左右嘞。好了，我拿得手了，我老说老疙瘩，老五不都家里面说不行了。是啊，够了。是啊，你现在卖的钱，你要自己拿出钱啊。啊，假如我要是好卖的话，能赚钱的话，我也可以。到时候啊，也是大分担，兄弟下苦，有机会我也是。能赚钱我也到时候填补一点，不赚钱我也放在博物馆啊。好了，好了，有机会可以到博物馆来获奖，好吧？好，那我先拿钱给你啊。好，拿出来啊。好，这是你花坛啊，以后有机会去我们大田山了。大田山这里也只有个三十二十多公里路了。好，麻烦你花坛啊。好，好的，好，花坛见，花坛啊。好的啊，好的啊，感谢啊。说不散啊。好，花坛。花坛啊。好，花坛。好，拜拜。